中国大陆重庆啊，出现这么一个狼师被学生抓包，竟然在办公室里面公然跟女学生亲热，而且还拍了照片。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这画面上哦，看起来年纪不小的男老师在办公室里面呢，竟然对身穿黑色以及白色上衣的女学生做出很亲密的举动，完全不在乎窗帘都没有拉上会被看到。爆料人士还指控女学生是被迫发生亲密行为，但想不到这爆料影片随后被删除了，只不过当局表示说现在已经介入调查。